38岁烟头现身活动，身穿超级抹胸礼服，油光满面变大码。近日，久未露面的烟头出现在某个活动的现场。那天的烟头穿着一件超级抹胸的灰色礼服，脖子上的首饰也是非常夸张。一看看下来，他身上显露出的贵气，贵妇气质满满。话说如今的烟头已经38岁了，相比之前他的身材似乎有些发胖，还有就是那抹胸打扮，感觉他是年龄越大越性感呀。不过烟头这身材还好，这点微胖更衬出他的韵味。有些网友甚至打趣道，现在的烟头感觉好看多了，不过于丰满刚刚好，太瘦的他反而有点怪怪的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樱桃吃韵味更十足了，但细看他的妆容，小编怎么感觉有些油腻。你看他油光满面的样子，看样子这个是浓妆，这可直接让他变成了大妈，这是他得罪了化妆师的缘故。与此同时，看到樱桃的整个造型，我们会不自主的想到他所饰演的武则天。尽管他的气质不大能够表现出武则天的霸气，但他那身微胖的身材也是较好地表现了当时以胖为美的审美。当时他演绎出来的风韵犹存的感觉，真是直抵人们的心灵。话说那年，小编认识烟桃是在大珍珠那部戏里，小编第一次看到如此清新的女孩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演绎出来的不同年龄层的感觉，真是非常到位，以至于当时是废寝忘食的追着部电视剧。而后小编也是成为烟桃粉，后面她的影视剧都要追，特别是近些年的那部鸡毛飞上天，她在里面饰演的骆玉珠。